一个人是要扛压力的，正面队友也得给清。但是有玉成在的话，什么时候去打这个同步呢？王者先出杀，可惜了。那后续队友来了，拍马赶到，换一颗雷。弗勒星这边先打掉克里斯，暗影推了出来以后，转路的一个位置。黑带特看到最后一人。 也是能够把枪械拉出来的，现在要靠弗勒星一战三了吗？率先找到右侧，还有打的机会。小黑两侧突破，但是没给机会。又是小春对掉一人，手两个通道打通了，但是 net 配合小K有点被毒死在B厅里面了，踩雷飞剑压死了，但是进来想拼枪吗？枪能够架住。 小春要到了，但是爆能器已经被拆除。这远点的 knife 先收人，再收皮蛋。小 K 后续跟枪，瞬间只剩下了一波。一打三的局面，难道有机会吗？克里斯要放包，但是这个时间是在拖时间的，他在拖时间的，第一时间的回防支援不了，这边点的能不能突破？但是这场位置有 Seventy 连收三个，这三个击败拿到能与反击，又是弗洛西高点的争夺战，标记瞬间连下两人，要看完优这里了，接掉一个没子弹了，还能不能？ 靠住吗？最关键的一个点是明狙，他在算时间，他在算对方什么时候定。有机会，一狙双响，而且已经确定了。中局的要看一下仔细不仔细了，看一下会不会搜，还是搜了。那弗勒星这边是没有任何办法了。后续队友虽然丢了丢丢，也肯定帮不了你。哎，也回出来再转。克里斯这一分脱钩了足够的时间，而且找到了十足的人员位置，三个走后路这个信息。这把这边是知道的，一打过躲开，我要说的是时间现在只有十八秒钟了，反推来了，所有的前顶蜂拥而至，标记测到这边也相掉枪了。 还有机会吗？而且这回合靠着山峰的剑逼过来之后，剑枪之后还有操作的机会。后续要看弗勒星这里的一个标配数位之间的一个配合，狂徒和数位的交叉配合，执行这边已经被婚宴给混掉了。K9使起狂徒往前走，有机会吗？拉枪线过来打一个一换一，嗯，吃过亏了啊，有所预防吧。后续已经回防来了，有标配 knife 这边配合之内直接出来吗？反手禁烟想打互换，knife这边有所发挥，有所建树。克里斯的一个再起，但是在这种高强度对抗里面再起没有一定有一个好的 timing， 弗勒星已经连摘三个了。 虽然Spring啊终于突破了BLG这边来说的话，全员都有发挥，而且今天的话，我手里已经摸好了一个踩雷飞剑，限制你安置爆能器，但是YU这边带队已经顶过来，又怎么地，跳掉两个侧身，但是对方都再跟到一颗烟的情况下，现在有点进不了点了。这个丢丢好像没有丢过来，那这样弗勒星是一个 EZ 多点里面，现在BLG已经慢慢可以占据回来了，YU打掉了K9，半线也已经失效。 这是一个小转机吗？但是 Nap 这边说不 ，Nap 这边先打配合队友，直接把你逼出。有点难过、啊。主要蟒侠来了呀！哇、哦，点名了！哇、哦，喂喂喂，什么？两发子弹收三个！哎，这波快速绕点，谁能想到这么快？但是他能回得去吗？不回了呀！我一个杀两个还不够吗？是的，然后专心会给到，但是天机光直接给送到 K9 的嘴里，神经兮兮的这就是配合，位置锁定，至少，而且 L 这边可能要走不了，但是鲨鱼并没有咬他。YU这边又正义打掉一人，后续YU过来想硬清，这个很纠结的暗面，又怎么地，严重的恶鬼，位置全部锁定，而且晚宴换，这边又变奏了，这一分是一个前压，但是好像把队友给白到，王是白到了，没关系，要看奈布自己的发挥了，没关系，我队友补枪吗？线放的非常刁钻，不是在前点位的，过来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绊到，十秒踩着燃烧榴弹，强行趟了进来，YU终于突破了第一，难过啊，这个位置能不能卡出来？ 这一枪，神之一枪啊！后续来看一下浴室这边也又来了，想清人啊！鲁巴先清掉了有三百K，找到了YU狼队一波的清剿，刷屏。小春啊，这一回合补枪效率非常高。小春上来就没清掉了，后续克里斯徒步走出来，配合出白BB清两人。看那夫，看那夫，手里在放技能，有技能的 timing， 关键啊！但是换子弹的时间被抓住了，YU再清理掉一人，现在是一个二打一。 当他看到这个爆能器的时候，他要先搜黑屋，可能会有点来不及。但是他用枪解决了这一点。今天的奇迹先生，YU的交战了，所以对方现在完全放前面。而且王浩哲其实是一个獠犬啊，他并不是像判官这样的一个枪械。第二，瞬间形成合围，我人少的情况下不一定顶得住。但是 Spring 再加过点，小春还能再打一个。浴室的三人，但是进啊，但这一波进浴室的话是付了三个人的两个人的代价。 Spring 远点又能。现在这个前点的话，狼队正常来说是不会再漏了。哦哟，这一回合谁能想到奈夫直接顶了进来？对，这就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瞬间必大有。翻腾直接进点，王浩哲已经把灯房占了下来，而且现在手里还有天机光束来打截断的，追着直接随时准备出手。真的敢抱团的话，还有玩焰火。 王浩哲手里是一个判，在寻求一个平衡点，这个过来，但小春是有玩焰火，王浩哲对反清的保障，是的。
晚宴火来了，扛起来，哦哟，这个短炮什么晚宴火，近距离短炮更快。是的，那这样的话也可以直接拉，可以了。来了，晚宴火虽然没有炸死王耀哲，但布勒星已经开始部署爆能器了，是已经选择转到了 B 宝点，但这样的话，克里斯的夜灵留在这边就是为了这一刻的。嗯，拖时间还是可以成型的，而且 L 波的位置还是有两个人在站的，现在守在方向完全清不。这个加掉了枪线，王耀哲的风刺直接带走了克里斯，近距离的风刺下方的情况下子弹了，布勒星的风刺继续往前压，换枪之后一发，不是一个团队向的胜利吧？嗯 ，Nap 作为指挥，唐战绩也是战胜了天路。